大家好，我是派克先生。那些长期喝冰水的人，到了老了之后，是不是会后悔呢？那么到了夏天来了，很多朋友啊都喜欢喝冰镇的可乐、冰水、冰西瓜等等。但是的话，总有一个人跳出来说，不要喝冰水，不要喝冰可乐，对你的身体不好，等你老了你会后悔的。事实真的是如此吗？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面，我们应该喝温水、喝热水，而不是喝凉水、喝冰水。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观念呢？主要是口口相传，你的长辈就是这样教你的，所以的话呢，你也这样教育你的小孩子，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科学道理。那么确实有些朋友喝完冰水之后呢，会有些不舒服，比如说肚子疼、拉肚子的情况。这个情况呢，有两种可能性。第一个就是这个水是不干净的水，里面啊有细菌污染了。特别是我们父母那一辈，没有自来水的时候，都是喝井里的水，喝这个河里面的水，那么这些水啊里面的细菌是比较多的，如果你没有烧开就拿来喝的话，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急性胃肠炎的情况，出现拉肚子的情况。但是现在我们买的那些瓶装的矿泉水、纯净水，那些细菌的指标都是达到国家要求的，所以的话呢，喝这样的凉水是没有问题的，不会出现急性胃肠炎的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还有第二个原因，就是某些朋友的胃肠道它是比较娇气、比较敏感的，不能够吃凉的，不能够吃辣的，也不能够着凉，稍微有一些这样的刺激的话呢，就会刺激肠道的蠕动，出现肠道的痉挛啊，出现肚子疼啊、拉肚子的情况。那么对于这些胃肠道比较脆弱的朋友，那么你可能啊就不太适合喝凉水或者是喝冷饮。那么对于一些其他的人，就是你喝完凉水之后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朋友，你是可以喝凉水的，也可以喝凉饮的，也可以吃冰镇西瓜的，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我讲明白这个问题了吗？所以的话呢，不要听长辈们怎么说，要看你自己的身体，你自己的身体是很诚实的，它能够耐受凉水，那么你就可以喝凉水，问题不大的。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样的知识，关注我，关注普亚克森医生，每天进步一点点。